重型天玑 Ison 20 5G 版图赏，真正的视觉进化。现在最理想的手机全面屏解决方案是什么？升降、水滴还是挖孔呢？影响美观和手感的它们显然都不是最优解，而刚刚发布的中兴天玑 Ison 20 5G 全球首发屏下摄像头方案才是最完美的。中兴全球首款屏下指纹手机中兴 Ison 20 5G 将会在9月1日正式发布，它是全球首款量产屏下摄像头手机。中兴天玑 Ison 20 5G 版采用高硬度 3D 曲面玻璃后壳和十层结构堆栈式设计，真空光学镀膜工艺，36道工艺精雕细琢，形成了纳米级的流光幻彩纹理。这台中兴天玑 Ison 20是黑洞引力配色，它拥有丰富的光影变化，灵动感十足。中兴 Ison 20 5G 版后置6400万超高主摄，半万像素120度超广角摄像头，200万景深镜头，200万微距镜头，提供全场景拍摄体验。无论是宽广的自然风光、雄伟的建筑、集体合影，还是花鸟鱼虫的细节捕捉，或是夜间拍摄，都能够轻松胜任。中兴 Ison 20 5G 版使用多层石墨加液冷管加碳纤维9个温度传感器，全方位精准感知机身温度，软硬结合智能温控调节系统，有效降温散热。它拥有 6.92 寸超大 OLED 屏，智能 90Hz 高刷新率， 20:5:9 的修长比例，三边均匀窄边框，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。